刘秉炎不时会在社群平台与粉丝分享生活大小事，不过七日他突然在 IG 现实动态透露过马路时忽然觉得身体不舒服，还好当时有经过的路人过来帮助他。他发文写道，刚刚在等待过马路时瞬间头晕加腹痛，秒跪地无法站起。接着他表示，当时旁边有两人，不知道是夫妻还是情侣，看到他身体不适就立刻过去关心他，而且两人还帮忙扶他一起过马路，把他送到马路另一头的工作室门口。对于路人的善意帮忙让他感到非常感动，他表示很感谢陌生人对他付出的爱，同时和大家报平安，透露自己目前已经躺平，希望大家别担心，还直呼人间处处有温情。